最近我将 Windows 主机更换为 Mac Mini M4，本期想给大家聊聊把它当做一台轻 NAS 和工作基于一体使用的体验如何。在安装多个 Docker 容器，实现自动追剧、自动匹配字幕，Mac 下的智能家居控制 Jellyfin 影视库，安装 OpenWRT 旁路由使用的情况下，16G 的内存够不够用？这种情况下，剪辑时卡不卡等等问题。顺带聊下经济实惠的机械硬盘扩容方案。普通的我们就不聊了，机器发布挺久了，其他博主应该也有谈及，就不重复讲述。本期主要聊体验如何，后续看看评论区对于教程有没有需求，有的话逐步出对应的 macOS 下的 Docker 安装、容器部署、OpenWRT 旁路由安装、硬盘空间解决方案等教程。Mac Mini M4 简洁紧凑的设计，使得我的桌面环境焕然一新，大大提升了整体的整洁度。尽管桌面下方仍需进一步整理，但初步规划已逐渐成型。我现在搭配一个12泰字节的单盘位的3.5英寸硬盘盒和一个1泰字节的 M2 固态硬盘盒使用。Mac Mini M4 单机功耗3到4瓦。后面会聊到的，安装了 Docker 容器，旁路由虚拟机后的功耗为10瓦左右，4K 转码10-20瓦左右。机械硬盘盒子和12T 机械硬盘加起来的功耗为8.5瓦左右，所以日常这部轻 NAS 功耗也就18.5瓦左右。网络配置方面，目前我这边采用光猫拨号，没有使用到路由器。光猫虽然有 2.5G 网口，但我也不打算再额外购置 2.5G 的 USB 网卡。当前的网络架构已经能够满足日常数据共享需求。VMware 虚拟机安装了 OpenWRT 系统，避免额外再购买主机搭建软路由或路由器刷固件。不过这是临时的，我已经购买了个50元含8G 内存的二手主板。后，我计划将原有的两块硬盘 6TB 和 12TB 挂载到软路由上，并通过局域网共享至 Mac Mini。这种方案的好处在于节省了购买双盘硬盘盒的额外开支，硬盘散热、供电稳定、减少硬盘噪音等等都能得到解决。坏处是软路由会占用一部分空间，不过我个人觉得无所谓啦，能满足使用需求即可。安装 Docker 后，将其打造成了一台轻 NAS。在 Docker 中，我设置了 2GB 的内存限制，12个容器日常运行时的占用仅约 1.2GB。得益于 Mac Mini M4 版本标配 16GB 内存，大幅提升了多任务处理能力。即便同时运行多个服务，系统依然流畅，不会对我的日常工作和娱乐体验造成任何影响。更令人满意的是，Mac Mini 的功耗表现尤为出色。相较于我之前使用的电脑和 NAS 设备组合，功耗降低了10倍之多。说环保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太缥缈、虚无、夸大等等，但月电费开支情况还是能得到比较明显的体现，一举多得嘛。在 Docker 容器中，我安装了多款容器，包括 Prolog、Lida、Radar、Chinese、Subfinder、Sona、Aria、Jellyfin、A-List、DDNS Go、Flare Solver、Watchtower 和 Jellyseer。这些应用涵盖了从媒体资源管理、字幕下载、文件下载到媒体流服务等多种功能需求。例如，通过 Prolog、Radar 和 Sona，我可以高效地管理影视资源，而 Jellyfin 则提供了一个流畅的家庭媒体中心解决方案。配合 Chinese Subfinder 自动下载字幕，观看体验更上一层楼。像 Aria 2 Pro 和 A-List，则让我能灵活地管理下载和文件共享，而 DDNS Go 和 Flare Solver 提供了便捷的动态域名解析服务和下载站的反爬虫支持。为了保证所有容器都能自动保持最新版本，我还部署了 Watchtower、Home Assistant、智能家居方面等后面软路由主机部署好了再配置。Mac Mini M4 的强大性能和超低功耗，无论是娱乐还是工作，这套方案都完美地满足了我的需求。不知道以上的使用体验能否对你有帮助？后面可能会出对应的部署教程，方便新手可以跟着一步步配置好，避免碰到一些坑不知道怎么解决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请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尽快安排上。好了，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帮忙点个赞、转发、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。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，也欢迎关注我们。这里是思赞，分享数码前沿信息，偶尔写写测评。我们下期再见。